天到北京参加万斯一个滑雪的活动。今天早上9点醒来，第一顿饭吃什么呢？小胖包子王。吃完小胖包子，去南山滑雪之前呢，我们先到这个北京新的国际展览馆。Expo 北京2019第15届亚洲运动用品时尚展。这个是干啥的？GoPro。Hello。好玩的。有，上面还有 Gear Club。Expo 呢是德国慕尼黑的一个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展，他们来中国也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年有冬季展和夏季展，夏季展在上海，冬季展主要就是滑雪和户外的体育用品，是一个 B2B 的展览。2019年第一滑，麦罗公园，南山麦罗公园，破了吗？来了。哎，你把他的裤子放哪儿？在我这儿。OK。这你看，牛逼，有了，牛逼，有了，没忘了。哟，连身了，哟，骚子，我操，太骚了，还有 Gore-Tex 是吧？2019第一趟，今天礼拜五，雪道上人不多哈。关木 in the house， 这位就是 Steve Metal Park 的创始人，中国单板教父。啊，谢谢。哎，今天这里是在做什么？我们今天用 Vans High Standard 在我们的南山麦罗公园。等一下发多少钱？我们一共有5000块钱可以发，就是在我口袋里面，看一下。Yeah。这次来南山把我的8毫米摄像机又带过来了。很多人在微博上问我，你之前发了那个上期之后，为什么你的片子一直没出来？因为有一点小插曲，我带到大理以后，因为我放的电池电量不足了，它转速不够，所以之前拍的素材可能就交学费了。所以这次呢，我希望今天在南山可以拍好，然后尽快的把我的8毫米上手评测的第二期发出来给大家看。女子 MVP， 我先把奖品给人家。Vans 衣服，优年的固定器 ，Vans 的滑板鞋。然后呢，世界上最小的 Vans 的可以贴在板子上的贴纸，这个必须要贴在板子上。黑脸。This is all for the MVP.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I'm totally fucking not organized at all. 今天的男子 MVP 也有一大堆东西，有 Vans 的单板鞋， Vans 的最小的贴纸， Union 的固定器，还有毛衫。他是为什么那么好？因为他
天天和二狗总。二狗总，今天的 MVP 又是我们的二狗总，玩的最高兴，玩的最多，东哥，可以啊。希望你们玩的高兴，希望你们吃的高兴，希望你们喝的高兴，可以继续玩，一二三，不散的。